妈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都准备完了，妈，你看啊，这米呢是有糯米、大米、小米、玉米森、白高粱米、红高粱米、大麦米、黄米、薏仁，还有鸡头米。这个豆子呢是有芸豆、绿豆、红小豆，还有白扁豆。这个果仁呢是有干百合、干莲子、干桂圆、松子、榛子、杏仁、核桃仁、栗子跟红枣。哼哼，差不多了啊。你记住了啊，这些东西有的爱熟，有的不爱熟，可不能一块堆儿加，要不然有的就烂了，得分开了，一道道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妈。把那红枣先煮熟了，剥皮去核，再放到粥里头。好，哎妈，我想问您啊，这个腊八粥，腊八粥应该是腊月初八煮，咱们怎么初七就煮了？嗨，这腊七腊八，冻死寒烟儿。这一年里头啊，这两天最冷，粥是腊八喝，可当天煮不出来，就得把腊七也搭进去，这腊八粥才能煮好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您赶紧回屋歇着吧，这腊八粥啊就交给我了。嗯。肥猪拱门，年年有余，四季发财，全家福。